好人家愿意要道歉。早上刷过牙了。哎，谢谢这位，这是江俊豪，你好，你好。今天亲密关系来到了小金门的官兵休闲中心，哇，这里有好多的士官兵同志哦，还有一个乐队在演奏，我们过去看看咯。这位弟兄您是林嘉诚是不是？杨姐你好。拜托不要这样叫我好不好？你叫我杨妹妹就好了。那你是来这里当兵是当多久了？来这边当了一年多了。啊，那我不晓得说你们这个乐队是这边的军乐队吗？对，我们平常是以军乐队为主，然后提供官士兵聚餐的时候给他们欢乐这样子。哦，带给小金门的士官兵同志一些欢乐。哦，这样子啊。哎，可是我今天来这里有个任务，我要找一个人哦。哎，他在哪里？他是侯志坚呢。哦，你是东方快车。哎，对对对对。是那位。哦，你在这里呀、啊？你在这里也是担任键盘手的工作是不是？对，担任键盘手。问候大家一下，你有很多的歌迷啊，还有你的朋友啊，都可以问候一下。各位朋友，还有一些支持东方快车的朋友们，好久没见面，大家好。好，我相信他们一定感到很高兴，没想到说还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你。可是我想你来这里是多久了？来这里快要一年了。快一年，在这里大概很少人能够来探望你哈。根本不可能。你从来没有朋友来看过你。对，来这边都是交的都是新朋友。哦，来这里认识一些新朋友也很好啊。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你的老朋友来看你，你会怎样？有可能吗？可能啊。高兴啊。你会很高兴。When you're gone, I just cry all night long. Said it is untrue.And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啊，来当兵情谊就退步了。各位观众朋友，小桃子今天来看小猴子怎么样？小桃子怎么还是没有变？没有，我怎么没有变？还是长这个样子。他说你身高没有变啊，这样子。哎，不过今天呢，真是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小金门探望侯志坚，我们的好朋友。你看到我心里有什么感觉？觉得大家太久没看到女孩子，觉得你好像变漂亮了。不是要变得本来就很漂亮，不过我想大家都看侯志坚都非常高兴，因为能在这边看到他，而且他实在也不太容易在这个地方有人来探望他。对，而且还有他的电话，马上有歌迷打电话来。不过我刚刚这个打听的结果，他在这边担任 keyboard 手的职位，哇，小金门好多小女生天天来这边守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有啦，你的弟兄都说了。为什么泄露这个秘密啊？对啊，你有什么感觉在小金门还受到这么多人的？觉得很愉快啊，在小金门当兵是一种体验啊。那要不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你在这军中的生活呢？在军中啊，就是交到很多朋友啊，然后每天就是锻炼体能啊，身体很好啊，然后吃的都很正常啊，不像以前有时候赶通告什么都不正常，身体都不好。是有长官坐在下面吗？我们来看侯志坚之外呢，我们也要拜访他这个对上的弟兄，大家一起来做个游戏，做一做亲密关系的游戏，好不好？好。好。好，哎，开始我们的游戏吧。哎，现在我们看这个侯志坚还有他这个对上的弟兄们要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玩什么游戏？阿英，哎，广告歌曲大竞赛。现在呢，我们从哪一边开始？我们从左手边侯志坚先开始好了。来，侯志坚，请你唱出第一首广告歌曲。当你的灵魂，哎，这好像公益广告。对对，也可以，也可以。就在我的线路上，太烂，一直打歌来。乖乖飘飘飘，乖乖飘飘飘。好，大家都是健康儿童。绿油精，绿油精。哦，对对，这个是最普遍。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哦，东方快车忠实歌迷。接下来这位林嘉诚弟兄，爱歌爱歌一罐二十块。哦，厉害厉害，大家都还没有被淘汰。接下来什么？你刚鸭脯，鸭脯，爱困爱睡用鸭脯，还自己改歌词，哎，蛮不错的。接下来这位叶圣雄，多么的默契，多么的默契，默默契想多奶，想多奶。呵，接下来这位王树能。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哎呦，唱将哦，哎，真的是了不起！来，接下来这位吴国宏。The bro， 哇，咖啡，哎呦，厉害！最后还是唱出这音。接下来呢，由我们这位长官郭东元。哎，香港脚，香港脚，样有样。谢谢。啊，换我了，唱。我的尸体保护，无后顾之忧。哎，换你了，阿姨。里面哦，好厉害厉害，还有动作。接下来，哎，五四漂浮咖啡啊，厉害厉害，来，洪世坚，一生能有几次选择？哎呦，越来越厉害。然后接下来后面的五四三二，来，你先休息。难怪被淘汰哈，谢谢谢谢谢谢。来，接下来这位蔡顺忠。Oh, my love, can make a memory。哦，这是哪一国的语言？婚纱礼服啦，哦，很注意这种广告。来，接下来林嘉诚，五、四、三。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哦，这个是女性用品的广告。来，接下来。我应该现在就对你放弃。我只会唱歌。哦，也是一种饮料。哎，这说淘汰不了，太厉害了，叶圣雄。欧香咖啡。怎么唱？怎么唱？五四三二，恭喜叶圣雄兄弟，来，你先休息。不过我还是要叫你唱一下，我想我想来，我想我想，唱的比我好，哎，谢谢。不过还是被淘汰了，欢送他下去。而接下来这一位，王树能，五四三二。啊，沉默的表示又毕业了，看起来有点像张雨生的这位王树能，谢谢你。好，来这一位，哎，谢谢谢谢谢谢，吴国宏，轮你了。嘿嘿嘿，不会唱了。谢谢谢谢吴国宏啊，接下来又轮到我们长官表现了。哎，长官，我不会唱了。不行，长官，大家都支持你，长官你唱什么都是广告歌。我不笑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奖品。哦，长官这句话转得很好，那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谢谢。哎，不过阿姨呢，我们到现在这四位都已经算蛮不错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给他一点奖励。今天的奖品呢，我们之所以不事先宣布，就是因为怕大家不想比赛了。今天的奖品就是请我们的阿姨给这四位弟兄们一人一个香吻啊，大家鼓励鼓励。不公平啦，啊，桃子，我觉得应该分一点机会给你，一人两个，公平。这样大家会觉得蛮痛苦的。不过就是说实，啊，啊，导播那么兴奋干什么啊？导播怎么又兴奋？来，这位弟兄，你请问你愿意接受？握手。好可怜哦，阿姨，人家只要跟我们握手，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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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愿不愿意？愿意，人家愿意啊，桃子。早上刷过牙了。哎，谢谢这位，这是江俊豪，你好，你好。有亲到吗？等一下，我有啦，真的有亲到吗？确定啊，有碰到。接下来这位，宋天佩长官，谢谢。好，今天的亲密关系在这边结束了，非常谢谢各位，拜拜，拜拜啊，拜拜，拜拜啊，拜拜。蓝威明、任贤齐，欢迎收看《BQ 用真娘》。哎呦，我们今天终于来到真正的金门了，看到真正的钢刀店。来，要访问一下这位真正钢刀店的店长。哎，请问您贵姓？我姓洪。洪小姐啊，看来这么年轻，你做这行做了多久了？我是做了两年。啊，你才做了两年啊？我是结婚过来才做的。哦，结婚过来才做的啦。哎，我想请问一下我一个问题啊，可能电视机前面很多观众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金门的钢刀会这么远近驰名，这么有名？因为我们这个是用823炮弹的弹片做的。823炮弹所剩下来的弹片做的。对对对。哦，那数量很多吗？
哎，蛮多的。那这个小说里面呢、啊哎，所谓的这个宝剑、名刀都是削铁如泥，不晓得金门钢刀是怎么样、啊。我看是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刀呢？这真的有这种刀吗？可以吗？真的？那可以示范一下吗？示范一下。哎呦，为了真的钢吧，真的钢。好，我们请那个洪小姐帮我们示范一下。示范一下好了啊，真的削铁如泥，我来不会行。哎，剁下去。哎呦，哎呦，来，我们这个特写看一下啊，你看到没有？毫发无损，一点缺口都没有。哎呦，真是厉害、啊！哎，金门的这个钢片啊，实在太厉害，用这个来做刀，是太厉害，太厉害。所以说，金门的钢刀实在是厉害。哎，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钢刀店，那访问到这个洪小姐，那同时呢，也借你们这个场地，还可以打扰做生意的时间，在这边那个演戏，好不好？那希望有机会能够到台湾去，我们再一起聚一聚。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收看今天的《Biu 向真行》。好不好啦，喝杯茶啦。哎呦，我也是想休息啊，可是没有办法，这一批货人家已经赶得很紧了，我要赶快把它做出去才可以啊。哎呦，可是你不休息一下，你身体这么累，你会受不了的啦。哎呦，难得这个关爷爷有这种孝心啊，现在哦，爸爸听到你这些话，不但哦不会累，而且现在哦精力充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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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我来我到了。你没开店呐、啊？没有开店的。哎呀，你声音好吵哦！声音很吵，你说机器的声音很吵，我要跟你讲哦，你会长这么大哦，都是因为这个机器哦，挣钱来给你出的，你知不知道啊？我怎么会说机器很吵嘛？我是说你很吵啦。你意思说我的歌声很吵是不是？是啦，你的歌声那么好，大家都知道啊。可是你现在需要休息嘛，不然你会太劳累。你要好好保养，以后才能唱更好听的歌啊。哎呀，这个我也知道啊，爸爸知道这个年纪很大了呀。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哦，现在又找不到连手来帮我的忙啊。你知不知道啊？现在哦，我们这个金门的年轻人啊，哦，金门的年轻人啊，他们都不愿意做这个啊。不是到这个台湾本岛去发展了、啊，就想我说找一些有比较轻松的工作来做了。像这种传统的技艺哦，没有人要做了，早晚哦会失传呐，会失传的。哎，对，不要剁那么大力的，你以为你的手是菜刀是不是？我是八点是不是？做水饺。哎呀，不是啦，爸，你不用担心啦。如果哈、哦，万一真的没有人接替你的工作的话，那我就要学习古代的花木兰。干什么？带副磨刀啊，然后带着你磨的菜刀上战场杀敌去了，杀！开玩笑。不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师傅在外面贴告示，说要征求徒弟一枚？嗯，哪有人讲一枚的啦？对啊，徒弟一粒。你剑术堂啊，还三粒的嘞？一个啦，我一个。哎，我跟你讲，就是我就是师傅，这个我贴的。哦，哎，那前面这位貌不惊人的老者就是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哎，少年嘞，少年，你起来，你起来，你到底是怎么样啦？哦，敢问姑娘是？哦，我是我爸的女儿、啊。我女儿啊。嗯。原来是小师妹，哎，你干什么？武侠小说上面不是大师兄都是暗恋小师妹吗？你有没有看到我整个含情脉脉的眼神，就是在关爱着你？你神经病啊你！哎，年轻人啊，你听我讲，你到底要来做什么啊？我是来学铸剑的，我要铸出一把继倚天剑、屠龙刀之后武林中最锋利的一把神剑，这样就可以横扫天下，成为武林盟主。年轻人，我看你是头烧坏掉了。我跟你讲，我们这里只是磨菜刀的而已啊，无所谓。所谓刀剑本一家，师傅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好了，既然你这么有诚意哦，我这边也刚好欠人手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了。不过呢，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知不知道这个金门的菜刀为什么这么出名？知道这个。说到江湖中的武器，不外乎十八般武艺，所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怪力棍棒、撩青龙、战天大人、战火大，我样样精通。说到金门的菜刀，怎么样？不说。
哎呦，不熟不熟，老叔今天就要说给你听了。这个事情哦是这个样子的，在民国47年的时候啊，金门发生了非常有名的八里山炮战嘛，一直到民国67年啊，中共才停止这个单打双不打的这个攻击啊。但是后来呢，他们哦中国的这个炮弹很多都留在这个金门的土地上面了、啊，就有人灵机一动啊。为什么不把这个炮弹切扣扣，然后把它弄成菜刀呢？啊，这个人真聪明啊！不过师傅，为什么这个炮弹壳做的菜刀特别有名？啊，来来来来，看这个，看这个菜刀。我跟你讲啊，因为啊，炮弹壳它那个钢的硬度是特别的高、嗯，所以拿来做菜刀当然特别锋利，所以就有名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做的？真土哎、欸！你看，这个就是炮弹壳。这个炮弹壳呢，我们就把它切割开来，然后呢，切割开来的炮弹壳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把它打平，变成方方的啦。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打成菜刀的模样，然后啊，再经过细部的研磨，就变成精美又耐用，而且非常锋利的金门菜刀。你的意思就是说，见光说到就是笑铁如泥？你听谁说的？部下手手上面都是这样说的。哎呦，哎，年轻人啊，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哦。首先呢，我要你来做这个切割炮弹的工作。切割，嘿，师傅，我觉得铸剑之人哦，手中为器，我觉得应该先让我气干丹田啊，用最好的功力铸出一把好剑。这是谁告诉你的？武侠小说上都这么说的。哎呦，好了，不要乱讲。好了，既然你这么喜欢武侠小说，它上面有写徒弟应该怎么对师傅的。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爸爸，少来！不说，今日自投你们下，但为所命，皆无不从。在天人为比翼鸟，在地人为连理枝。家里没大人了、啊，前面两句跟后面两句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是好了，不要乱讲了，赶快去切割炮弹火。是的，师傅，照你这样技术做出来的菜刀，真的是不熟不熟。师傅。啊，不是厉害厉害！哎呦，放弃了。这个金门菜刀真的是厉害厉害。厉害老板怎么办啊？从早到现在一点生意都没有哎！哎呦，你一天到这个眉头这样皱着，我生意怎么会好嘞？我告诉你哦，因为我们做的钢刀哦，吼，做的太好了，用不坏嘛，怎么办？可是隔壁的陶瓷店生意一样很好啊，难道这边的人都喜欢把陶瓷给它摔摔坏啊？哎呀，不是啦，是这个哦，来金门的人哦，都喜欢带一点纪念品回去，对不对？啊，你带这个贡糖带瓷器回去送人很好啊。对啊，对啊，送人家钢刀哦，怪怪的哦。哎，老板，你说的有道理。班定啊，照顾我了啊，坐了坐，坐坐坐坐坐。哎，班定啊，我都听说你要退伍了，怎么一个愁眉苦脸呢？没有啦，我昨天女朋友写信来说她要结婚了。新郎不是你哈、哦？你怎么知道？这太有经验，看多了嘛。不要乱说话。板定，今天是来有什么事情？我来买钢刀，金门钢刀赫赫有名，我要带几把回台湾。开玩笑，尤其是我们这一家的啦。你要买哪一种的啦？我要把锋利的刀，有；我要把犀利的刀，有；我要把锐利的刀，有；我要把男人的刀，刮胡刀吗？对，不是啊，我用来割肉用的。哦，割肉啊，你坐一下，我去找一下哈，我帮你找找看哈。想我那个狠心的女朋友。当初海誓山盟，今天抛弃我跟别人跑了。我班长，你就看开一点点嘛。不行，我不甘心。班定嘛，这一株最好。小心哦，很锋利哦。果然是一把割肉不见血、断骨不留渣的好刀，做初步肢解最好。初步肢解？对啊，就是把身体这样刻刻刻，先分成几大部分，然后做细部分解。蓝班长，你这么恨你女朋友吗？我是有点不甘心了。我这个菜刀不可以卖给你哦，我不能让我辛辛苦苦卖的刀给你拿去当杀人犯罪的工具。对啊，杀人分尸可是滔天的大罪。你以为我买菜刀干什么啊？不是你朋友一楼一楼？不是啦，我家是杀猪的，我买几把刀回去送我爸妈。哦，原来哦，这样我就我爸妈还说我一退伍回去要帮我安排相亲呢、情杀。不可能，这样子就对了。我跟你说，年轻人嘛，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我跟你讲哦，我这个菜刀啊，卖给你不只是卖给你刀而已哦，我同时也把金门的人情味哦，跟金门的历史给卖给你的。我希望你哦，心里也有一把刀了。退伍以后啊，在人生的事业上啪啪的时候，这个碰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啦。所谓钢刀无情，人间有爱，金门钢刀实在是厉害厉害。能够
在这个金门呢，访问到这个做菜刀的两位师傅。哇，这工厂你看，哦，年代非常久了。首先，我们来访问这一位老师傅。哦，阿公你好。谢谢谢谢。哦，阿公，我你做这菜刀做多久啊？这51年啊。51年哦。哦，你历史真悠久呢哦。啊，这台机器敢那正老啊吼。这台机器多久啊？从我开始做就这台啦。哦，一开始做菜刀就这台机器啊哟。哇，这台机器我的年纪哦，比我大20几岁啊呢。好，啊这，这边好问恁囝，这恁囝哟。哦，真是哦，吼，两个人在插嘴啊，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哎，访问这一位新师傅，为什么呢？你不到台湾去发展，而留在金门来承袭这一样，特殊的这个技艺？因为我如果不接下来做的话，等于说我们这一行哦，到时候就会怕失传了。怕失传哦，大家就没有好的菜刀可以用，是？哎呦，真的是令人钦佩呢。由于他们对这个的传统的技艺啊，有一副神圣的使命感，哇，才得以让这个金门的菜刀呢远近驰名，甚至还有人带到国外去呢。哇，真正是令人殊荣钦佩安尼啦。底下代表在国内的观众呢，向您两个请安问候，敬礼致敬致敬，谢谢谢谢谢谢。星星的